哎，过分了啊！本来就是你今天找我，我晚回来找你，今天还是我生日，我还给你送蛋糕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本来就不喜欢吃糖，尤其是别人的糖。今天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！喂，李贺，下周六来看我比赛吧。哦，对了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送你个礼物，我比赛入场邀请。李贺，我今天来就是来通知你。 通知我什么？不是，阿姨好，那个我来找赫赫，他在家吗？他今天去学校了，没在。哦，好，谢谢阿姨。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哎，对了，今天小雨来过。 林泽宇，对，他说好像有什么事儿要通知你。还通知我？嗯，你过去之后，你给人带块蛋糕，这种快乐的事情啊，就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啊。不用了吧，别浪费了。还用不吃甜食？哎呀，让你带你就带嘛，这不是邻居，这也算是一种礼貌啊。听你爸的。行，我等会儿给他送一块去。来，嗯。 林志云，是我，干嘛？今天找我干嘛，兄弟？谁是你兄弟？上个月还说是塑料兄弟，这个月就不认了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哎，行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，说吧，找我干嘛？ 我忘了，忘了，这你都能忘？你再想一想。不用了，不想就想了，不是什么重要的事。啊，行吧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请你吃个蛋糕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过分了啊！本来就是你今天找我，我晚回来找你，今天还是我生日，我还给你送个蛋糕来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本来就不喜欢吃糖。 尤其是别人疼。你今天是不是来学校找我了？怎么？如果我去学校，会看到什么呢？好吧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我今天本来去呢，就是想祝福你，现在更要祝福你了。 我后面会认真准备高考的，毕竟得把第一拿回来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晚安。哎，不是，林泽宇。